家好，我是 Vivian 徐若瑄，我在巴黎。也都折叠得非常好，这个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你好像笑，一定觉得它就是盐巴跟胡椒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盐巴跟胡椒。我觉得我好像神经病。Merci beaucoup. Bon appétit, Viviana. 这次来巴黎真的非常开心，然后谢谢 Vogue 这次，谈了很多很棒、很漂亮的地方让我们拍摄。今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难得，这是一个还正在施工，在塞纳河畔旁边的大楼，然后我们就是可以面对巴黎铁塔跟塞纳河，所以今天大家也都很可爱的戴上蓝色的那个工地的安全帽，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。然后我们不虚此行，因为拍出来的照片效果非常的好。然后另外一面的我，在镜头前面展现的很好，是我以往在镜头前面比较少让大家看到的那一面。我觉得是应该是讲我的演员的深度的那一块吧，所以我非常高兴，我觉得这次的照片很成功。